当我要带他这个手的时候，拳里面你在练拳的时候是从这边捋，就从这里带下来了，这是线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那你现在有步了，有步了以后呢？不是了，有步了以后，我带这个手是往这里走了，是这样走了，听不懂？走一个弧了，走一个弧，而不是走线了，啊。所以所有的进退都是一个弧，啊，这个是这一个弧，我的脚，我的步在这里，那个手来，啊，成为这样子了，就不是在这个地方了，这个手来，在这个手，这样子你没动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脚步会动的时候，加上一个什么？这个，让不动。让本身就是一个圆，让就是改掉什么习惯？改掉直进直退的习惯。让你看，让我们的身体练习，让就是一个圆，是不是？让就是一个圆。让就是一个圆，你看，让就是一个圆，进去是一个圆，好了吗？你看，让是一个圆，我的身体，让就是一个圆，让是一个圆，听不懂？啊，脚步动，要就是练习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啊，再试试看。